这个女人好眼熟啊！陆南月，你为了这个女人，宁愿放弃神魔族族长的位置，弃我于不顾，我会让她带走你的。小蝶，小蝶，小蝶，这是啊！小蝶，小蝶，谁干的？谁干的？不要管了。 现在已经和你在一起，真知足了。小蝶，我会有事的，你相信我。小蝶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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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小蝶。 没想到，这么多年过去了，他还保存着你的